我苏苏。那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起亚嘉华的动态评测。那因为之前呢也进行过一个静态的，那首先呢基本信息，那全新的起亚嘉华搭载的是一个 SmartStream 的一个动力系统，2.0T 的一个发动机，搭载的是一个 8AT 的变速箱。那相信各位呢对它呢也不是特别陌生了，因为最大功率呢可以达到233马力，最大扭矩353牛米，那整备齿量呢2095千克。那发动机带动这台大家伙，其实并不吃力，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它的绝对动力也是足够的，那低扭和中高转速区域的这个动力输出呢能够令人满意。那么此外呢，该动力系统呢具备一个综合的热管理功能，能够将发动机快速加热或者冷却至最佳的一个工作状态。那与发动机匹配的呢是一个 8AT 的变速箱，那它的特点呢在于结构紧凑，重量轻，并且呢传动效率呢比较高，那能够同时兼顾燃油经济性和动力输出方面的一个平顺性。那其实上手之前呢，我对这个大家伙的动力还是有一丝担忧的，因为毕竟嘉华就应该是一台适合稳稳当当开的车。那不过呢，当我踩下油门的那一刻，嘉华那种积极的初段的动力响应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尤其是起步过程中所营造这种轻快感，让人忘记了它是一个体量很庞大的 MPV 车型，完成变道超车等操作完全不在话下。当然这一切呢也是需要前提的，那就是你需要给到嘉华一定的耐心和宽容度。那因为当驾驶员准备全力加速的时候呢，变速箱的降档反应呢还是有一些些的迟疑，而非那种手起刀落的感觉。那此外呢，涡轮迟滞的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那大概需要等待一秒左右的时间才会获得更强劲的动力输出。那么再有就是呢，嘉华的身材呢虽然壮硕，但是它的方向盘很轻，所以说开起来呢不会给人那种笨重的感觉。那为了减小这个车身尺寸所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嘉华呢带有盲区的影像提示。那在打开转向灯后呢，那同侧的摄像头呢会被激活，那并将呢盲区的影像显示在仪表盘上，那这个呢还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那在 NVH 方面呢，对于前排而言呢，底盘的隔音降噪还是比较好的，那发动机的噪音呢也会被一定程度的隔绝在外面，只有在80公里以上之后你才能感受到 A 柱传来的一些风噪。最后呢，咱们再来聊聊悬挂。那起亚嘉华的悬挂确实让我有点意外，虽然毫无疑问吧，采用这种趋向舒适的这种调教，但在此基础上呢却还是有着这种属于自己的风格。悬挂的初段呢和中段整体的感觉呢是偏软的，能够过滤掉路面上大部分的这种震动，而在末段硬度呢却明显的加强，可以给到车辆足够的这种支撑性。此外，当你尝这种连续的变道，包括像快速转弯的时候呢，这种富有韧性的减震器呢还是能够将你的车身拉住，防止较大的这种侧倾发生。在之前试驾北京现代的酷速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它的第二排乘坐的舒适性呢略逊于前排，那后悬架初段的阻尼呢是偏硬的，那小的起伏呢和这种颠簸是无法彻底的过滤掉的，那在车速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高频的小震动，那换成通俗易懂的话就是有点小颠，那这种情况下呢在嘉华同样存在，但是呢整体的感觉会轻微一些。转向系统方面呢，起亚嘉华在经济、Eco、舒适、Normal 包括运动 Sport 和智能 Smart 的四种驾驶模式下都有着比较轻的那种转向力度，那这样的调教呢还是比较符合一个 MPV 的一个车型的定位，那毕竟没有人会选择开着它去非常激烈的驾驶，对吧？那但话又说回来，嘉华的指向性呢还是比较精准的，那转弯半径不大，那这也让这台超过5米多的一个MPV 车型呢能够完成掉头等动作呢变得更加的得心应手。最后呢就是起亚嘉华的一个 Auto Hold 的一个功能介入的感觉呢会比较的明显，那尤其是由静止到起步的那一瞬间会感觉到顿挫。那此外呢，当 Auto Hold 介入时呢，发动机的这个休眠后可以说车载电机不足以支持空调压缩机的一个运转，它会停一下，这种停摆的现象呢出现的有点快，那这也是大部分没有48伏轻混系统加持的车型所经常遇到的。如果加上一个48伏轻混系统，在这种起步啊，包括像这个发动机的启停，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好了，咱们来回顾一下第四代起亚嘉华的一个外观啊，内饰方面的一个特点。因为
之前呢也是做了静态的一个拍摄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简单的带过。首先呢就是作为一台阔别国内多年的 MPV 车型，那首先整体来说起亚嘉华的一个外观表现呢还是比较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就比如说啊像虎啸式的前格栅，对吧，家族式的外观，加上一个全新的起亚的一个标识，那整体的辨识度呢还是非常的高的。其实车身侧面呢，如果单看 C 柱之前的设计都更偏向于 SUV 的风格，而且其 AB 柱所采用这种亮黑色的设计营造出了悬浮式的一个车影的效果，那纵观当下的 MPV 市场能有这么前卫的设计呢，也就只有全新的起亚嘉华了。在车身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5155毫米、1995毫米、1795毫米，轴距呢达到了同级领先的3090毫米，第一二三排的横向空间和腿部空间呢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如果与竞品比较的话，那么第四代起亚嘉华的宽度呢要比丰田的塞纳包括像 GL8 的陆尊呢都要更加的宽一些，而且在轴距方面3090的一个轴距也是要比塞纳和 GL8 要长一些，所以说在这个空间表现上来说，第四代的起亚嘉华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第四代嘉华的车尾呢设计呢就比较简洁了，贯穿式的 LED 灯组造型十分的修长，点亮后的辨识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内饰部分呢，全新一代的嘉华也采用当下最流行的一种双联屏的设计，那相信呢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那此外呢带有这种镀铬装饰条的贯穿式的这种空调出风口呢与门板的装饰条紧密衔接，让座舱内的这种整体感和环抱感得到了一个加强。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车辆还使用一个旋钮式的这种换挡机构，让整车的这种科技氛围也更加的浓郁了。两块中控大屏呢同为12.3英寸的，那 UI 设计呢简单直观，那驾驶员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需的一些功能。那该中控屏呢内置了百度智能互联系统3.0，不仅拥有诸多的本土化的一个应用，还配有车家的互联智能系统。此外呢它的云交互系统也是十分的发达。那么唤醒它呢也是有两种方式，一就是小度小度，二就是你好起亚，那是它的一个唤醒词，那可以帮助驾驶员完成像开关天窗啊、导航啊等一系列的操作。那么前排座椅呢舒适宽大，内部的填充物呢软硬适中，并且呢较为厚实，那能够提供良好的这种承托性。那较为可惜的是呢，即便是顶配车型，其前排的座椅呢也没有配备按摩功能。说好了，那外观内饰呢就这么多，因为之前也做过静态的体验了。那么今天咱们主要是体验一下它这套车机系统的一些智能科技方面的配置，包括像后排一些舒适性的配置，以及嘉华与其他 MPV 不同的点到底有哪些。其实嘉华对于后排乘客的一个关怀呢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为此呢嘉华对于后排乘客的关怀的功能呢有这么几点。那首先呢就是一个后排的可视功能，车内呢就是中排这儿呢有一个摄像头，可以说第二排第三排呢的这个成员的动态呢可以通过中控屏进行一个投屏的显示，那驾驶员在驾驶座也能方便的观察到车内后排的一个情况，那不仅视觉范围更大，视觉效果也变得更加的出色了。再有一个功能呢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叫后排对话模式，也就是前置的麦克风呢会捕捉驾驶员的一个声音，并通过后置的扬声器进行一个播放，那确保了车内驾乘人员的一个畅通的交流。那这样呢不仅带来了这个舒适惬意的一个互动的空间，同时呢也避免了分散驾驶员的一个注意力，增强了行车的安全性。那待会儿咱们就试一下这个功能到底是不是一个鸡肋，或者说是一个惊喜。现在呢咱们就来测试一下后排对话模式到底好不好用，那可以通过捕捉前排驾驶员的一个声音，然后呢通过扬声器传达给后面的乘客。现在咱们打开乘客交谈，后排有声音吗？后排有声音吗？后排有声音吗？整体来说呢，它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带小蜜蜂，那小蜜蜂呢在第三排，所以说整体来说它的一个扬声器的感觉呢还是有点意思的，而且整个的这种第一排的声音也变得更加的大了，所以说对于前排的驾驶员来说呢不用那么费劲的去跟第二排或者第三排的人去沟通。与此同时呢后排呢还有一个安静模式，那为了给后排的乘客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体验吧，那第四代嘉华呢还特别搭载了这个后排的安静模式，那当后排乘客想要休息的时候呢可开启后排安静模式，后排的扬声器呢就会静音，同时前排的音响的音量也会自动降低，从而带来了非常静谧的一个
后排空间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空间。在语音识别方面呢，这次嘉华呢配备的是一个三区语音识别，可区分驾驶者、副驾驶位，包括像后排乘客都发出的这个语音指令。好了，大家最为关心呢依旧是第二排跟第三排，咱们去看看。首先呢，智能双侧的一个防夹的电滑门，这个呢是全系标配，所以说起亚嘉华在配置方面还是比较厚道的。那还有几个是全系标配，就比如说像双12.3英寸的仪表跟中控，还有就是两个天窗，包括像旋钮换挡旋钮，再有就是电动尾门，这些都是全系标配的。那么第二排的座椅呢还是有一定的高级感的，触感和视觉效果呢直接就拉满了，并且呢采用这种剧院式的设计，所以说比前排的座椅呢要稍微的高一些，让第二排的乘客呢获得这种非常开阔的视野，但是头部空间呢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那怎么办呢？就是将靠背呢往后稍微调一些，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那么再有就是呢，第二排的座椅呢还有一个一键躺倒的模式，只要是摁一下它就能一下调整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半躺的状态，休息起来呢也是比较的方便的。第二排的舒适配置呢也是比较高的，就比如说像两个 USB 接口，空调的控制区，包括像后排的座椅通风加热都是三档调节的。第三排的舒适性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座椅的这个幅度呢也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的空间。与此同时呢，在配置方面，像杯架、 USB 的充电口，包括像空调出风口以及第三排的遮阳帘都是有配备的。座椅布局方面，嘉华有2+2、2+2+3、2+2+2等座椅布局。为什么要说等？就是因为这台车的空间拓展性真的是太强大了。可以说嘉华的第二排和第三排的空间已经非常的不错了，然而打开后备箱看它的后备箱空间依旧非常令人吃惊。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箱子放到里面，还有两个包，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它是一个下沉式的设计，放几个甚至我觉得放四五个这种登机箱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人站在里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后备箱的大小大家应该知道它有多么的可观了，对吧？最后呢，咱们再来聊它的价格。其实，在成都车展上呢，第四代的东风悦达起亚嘉华已经公布了它的预售价，28.89到33.99万元。其实有很多朋友会说这个价格会有些贵，但是大家要知道，东风悦达起亚第四代嘉华是通过 CDK 的方式进行生产的。那这种方式呢，就是，所有的零件除了发动机和轮胎之外呢，所有零件都是从韩国进口而来，到国内的悦达起亚的工厂进行一个组装。所以说，算是一台，基本上算是一台进口的，整车进口的车型了。回到价格层面，如果嘉华可以推出一两款低配车型，把起售价降低到25万元左右，那这样消费者的接受程度会更高一些。但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呢，嘉华呢整体的表现呢还是衬得上它的预售价的。那虽然呢在一些细节方面呢还是有待提升，但整体呢并未发现明显的短板，所以说嘉华呢仍然是一辆不错的车。